先了。有有有啊，我这个工具啊。真超好听的。这个是无线吧，对啊。无线机，这是谁家在做？这么贵，这个可以够好多。你们家那么牛吗？牛吗？哦，那哇，这方面真是的，真开，真开。走我吧，走。嗯？还是站在上王庙呢？录用纸啦，你一睇，你三十蚊就游过晒成只广州。光孝纸啦，陈家祠啦，都唔方便。我转大摩托车啦。系啊。你站都有，反正就。红线呢个蓝线啊，呢个系蓝线红线嚟啊。红线呢个有白云风景。呢先系点啊？啊？呢个点啊？呢是城隍庙啊。咩点啊？咩咩点？几点钟啊？呢先。又喺度啲啊！你今晚如果今晚走嘅，啊，今晚走咁又喺度啲啊！點？走得兩點鐘啊！成間。
需要都会有传票的游客，可以向驾驶员或者驻站业务员咨询购买。好靚啊！呢個手活嚟，係攞$10嚟啦。
爸爸妈妈都我打打工，我叫飞机。
咗啦。但系我咧呢一路冇乜景色。
要抱住啊！
係咧，我都話啦。係啊，即係好似果蟲飛車咁。係啊，好似果蟲飛車咁啊！加油！我都話呢啲車係坐到 under 都飛曬。Thank you.
咁大喎，依家咁大喎，翻嘅，啊，到山中啦！入咗個火蟲飛車嘅山中啦！哎呀！
即係撞埋樹。政府，广州环境处啊。
做咩做呢樣嘢？爸爸幫你揸住啊！揾條兩手俾你啊！唔算呢個。啊！咁啊，叫入嗰咩有咩唔妥啊？我哋收留啊！我哋收留。先至要落下邊。係啦，北京要落車。呢個站落。啊，呢條定？
呢度叫海珠。咁可以講到幾熱衰啊？幾熱衰啊？咁啊，起完出邊出邊啊？咁咪啊，咁咪咩啊？車開我哋咁樣都好行接到你嘅。陣間我過去攞啊，陣間落車嘅時候過去。我不能有吗？